感谢大家，因为有大家的到场参与跟支持，也代表着大家对我们第二届马祖国际马拉松赛事的肯定。在台北车站举行。那在今天要请待会介绍到的贵宾，请您起立向所有的嘉宾致意。现在介绍一一的介绍贵宾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再次的为各位隆重介绍连江县的大家长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增义刘县长，连江县政府的县长刘增义刘县长，以及我们马祖防卫指挥部指挥官莫佑明莫指挥官，还有我们连江县议会议长张永江张议长，欢迎连江会议长张议长，连江会议长张议长，以及我们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忠明王处长，欢迎国家管理处的王处长，还有我们连江县政府教育局局长陈冠仁陈局长，连江县政府教育局的局长，以及我们丽荣航空高德燕高经理，欢迎经理好，丽荣航空的高同时呢，还邀请到了我们是新域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，欢迎。环球邮报记者燕国龙在台北车站，马祖国际马拉松的报道，欢迎。